大家好，我是珍珍班长，我是萌蛋糕，我是瑶瑶姐姐。那么瑶瑶姐姐，我们今天要玩的玩具是什么呀？就是这个，翻滚吧，陆毅，翻滚吧，陆毅。哇，难道这个飞机上面的这个小人物就是陆毅吗？陆毅的啊，这边还有好多机。看到这些鸡，我突然好想吃炸鸡呀、啊！有没有？是不是很想吃炸鸡？炸鸡。那杨导，我们今天要玩这个游戏的话，你是给我们奖励还是惩罚呀？今天给你们奖励。奖励。奖励。既然你们刚才说想吃炸鸡了，今天奖励就是炸鸡。奖励。杨导，你太棒了！我们都爱吃炸鸡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打开看一下吧。哇，我们已经拿出来了。我们的手里呢有三个这个硬币，这个硬币上面有鸡的图案，那么它们就是这些母鸡。然后我们三个人呢就会把这个母鸡放进这个谷仓里面，然后你抓了。对，然后我先给你们示范一下哈。哇，它开始转了，来抓我们的这些母鸡们。这时呢，我们对，这时呢，我们就要拿这个跳板，把让这个陆毅翻滚起来。这个游戏规则呢还是比较简单的啊。嗯，陆毅开始飞机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三个人呢就玩一把。然后第一名和第二名就可以享受奖励，对吗？杨导，魔力大哥，你有信心赢吗？那我们就开始游戏吧。开始游戏吧。好，把这些硬币放进这个谷仓里面。好，那。开始了。先，还没说你是我先的。啊，真班长掉了一个，真班掉两个。哦。哦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宋一嘴，这么快魔力大哥就掉了。魔力大哥输了。那我们玩三局怎么样？三局好，我两胜怎么样？我让着你们演吧，玩三局两胜吧。那我们三个人呢，就是还有两把游戏，魔力大哥要加油哦。嗯，加油，魔力大哥注定要没事了。好，那我开始啦。哎，这我自己掉了怎么办？那你再放上去，如果不是他碰掉的，就不算你掉。哎呀，有时候这个陆毅弹不下去啊。哦！魔力大哥好厉害！又是我赢。民主游戏。那么第三局我们看你俩比一下吧。对，第三局我觉得反正瑶瑶姐姐是拿了第一了，对，只能我和魔力大哥比了。今天我输了。我也觉得魔力大哥能输。好，你们再来一次。魔力大哥，再来一次。你们两个来一次。因为我已经赢了。好，那我开始啦。今天魔力大哥吃不到我们的奖品了，吃不到我们的炸鸡了，那就
杨导给我和瑶瑶姐姐准备奖品吧。杨导，你对我们太好了。啊，这个可乐，为什么只有一瓶，不是我和瑶瑶姐姐？怎么都喝啊？这个给梅大哥吧。啊，这个可乐给我梅大哥吗？给。只有可乐，魔力大哥喝可乐，看着我和瑶瑶姐姐吃饭，可以吧？可以吃。这边有。哦。嗯。打开喽。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真好吃，太好吃了！魔力大哥想吃吗？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！我管你，魔力大哥输了，你今天太好吃了，我就是谢谢杨导了。那么这个游戏呢，我们就玩到这里吧。大家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新魔力玩具学校哦。那么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